你无法想象，这个趴在地上的女孩刚刚被四十三个禽兽轮番侵犯。你以为这只是电影吗？ 实际上，她根据韩国的真实事件改编，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残酷。女孩名叫韩公主，虽然有公主的名，但却没有公主的命。父母离异，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，整日喝个烂醉；母亲早已抛下他们，改嫁他人，根本没有人管公主的死活。她就像一个孤儿一样，为了生活，她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就去便利店打工挣钱。她和闺蜜合租，勉强维持着生活。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公主，渐渐喜欢上了便利店老板的儿子。然而不巧的是，他是闺蜜的男朋友。公主只能悄悄隐藏这份。 喜欢阿东性格懦弱，经常会被学校里的校霸欺负，然而他却只能忍气吞声。闺蜜为了帮男朋友解围，将那群混混邀请到家中，希望他们能放过阿东。殊不知这是引狼入室，混混们趁机将闺蜜灌醉，随后拍下不雅照片，而一旁的阿东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。 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这时，从便利店下班的公主回来了，发现家中坐着一群混混，大声呵斥让他们赶紧滚蛋。见混混们毫无反应，于是掏出手机报警。没想到混混非但没有害怕，还一把夺过手机，三两下就把韩国警察搪塞过去。原来这群混混非富即贵，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为所欲为。随后，他们在酒里下了药，让阿东端给公主喝，但她从不喝酒，于是拒绝了。阿东表示，混混们答应只要公主喝了，就会马上离开。出于对暗恋对象的信任和对闺蜜的保护。 公主也就没有多想，一饮而尽。下一秒。 他就昏睡过去，而那群混混根本没有兑现诺言，反而更加肆意妄为。接下来就是惨无人寰的画面：四十三名男生戴着面具，轮番侵犯了公主和闺蜜，其中还包含了闺蜜的男友阿东，还将整个过程拍了下来，威胁他们不要将事情说出去。公主无助地趴在地上，不停地抽搐，眼泪打湿了地毯，整个房间充斥着她的哭声。她是能任由这群禽兽蹂躏，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。这时，便利店老板推门而入，本以为他会阻止这群混混，拯救这两名可怜的女孩，然而他对房内发生。 的一切都视而不见，只是默默带走了自己的儿子阿东。两名花季少女惨遭四十三名禽兽轮流侵犯，还拍下了不雅视频，场面简直令人发指。然而，这群禽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依旧逍遥法外。事后没多久，其中一位女孩怀孕了，她不堪屈辱，选择了跳河自尽，早早的结束了自己年轻而悲惨的生命。而公主选择继续努力的活着，她用自己在便利店打工挣的钱报了一个游泳班，因为她害怕哪一天自己也想不开跳河，那样自己还有反悔的余地。但是学习游泳要检查。 查下体，他让女护士给自己安排一个女医生，护士满口答应。然而到了检查时，却发现是一个男医生。公主瞬间回忆起了那痛苦的画面，她强忍着不适完成了检查。虽然内心的阴影和身体上的污垢无法抹去，但她坚定着要将禽兽们送进监狱。于是她选择了报警。 然而，韩国警方却以没有证据拖延调查，只因那群禽兽的家庭非富即贵，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。而小美报警之后，学校也知道了这个情况。校长为了保住学校的声誉，强行将公主退学。好在她遇上了一个好老师，老师不但帮她重新找了一个学校，还让自己的母亲暂时收留她。公主的生活才有了保障。来到新学校后，她性格变得孤僻，从不和外界交流，也不想交朋友，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不堪的过去。她找到多年未见的母亲，她想倾诉心里压抑许久的痛楚。 希望从母亲这得到安慰，然而母亲早已改嫁。听了女儿的事情，只是塞了一些钱给她，让她以后不要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这一刻，公主的心就像掉进了十二月的冰河，拔凉拔凉。好在绝望的生活总算还有一丝温暖。在学校里，她因为唱歌好听，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朋友们邀请她参加音乐社团，他们还将公主的演奏视频发到了网上，结果大受欢迎。但公主却因此大发雷霆，因为这让她回忆起了不堪的过往。不明真相的秀雅一路跟着道歉，二人很快成为了闺蜜。 秀雅性格开朗，经常和公主诉说谈心。这天，秀雅问她有没有接过吻，她思考了片刻。 选择淡然面对过去，回答四十三个秀雅听后很是震惊，没想到一向高冷的公主是个大情种呀。然而秀雅不知道的是，公主所说的是四十三个禽兽。在朋友们的陪伴下，公主渐渐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，重新融入到了外界社会，便回到了简单快乐的女孩。本以为她会就此快乐的生活，然而命运就是如此戏人。酒鬼父亲的一个电话，再一次打破了她趋于平静的生活。千万不要乱喝陌生人给的饮料。这个可怜的女孩，就因为喝了不明饮料，被四十三个禽兽糟蹋了身子，而这些。 禽兽却并没有被绳之以法，因为他们家里非富即贵，女孩没有任何依靠。 父母离异，根本不管他的死活，但他依旧坚强的活着，渐渐交到了新的朋友，融入了新圈子。然而，酒鬼父亲的一通电话，再次将他推向深渊。从小到大，对他不管不顾的酒鬼父亲，这天突然找到他，让他签下一份文件，说要帮他申冤。然而，他不知道的是，父亲让他签下的是一份和解书。父亲收了禽兽父母的几十万，哄骗他签下和解书，这样那群禽兽就能免于牢狱之灾。当他得知事情真相后，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的亲生父亲竟会为了几十万背叛自己。然而，更…… 更加令人绝望的事情还在后面。父亲还把他的学校地址告诉了禽兽们的父母。不久之后，一群禽兽家长冲进学校，纷纷让他签下和解书，还咒骂他是个妖精，勾引自己的儿子犯罪，简直就是娼妓。啊 这群禽兽家长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的是包庇自己的儿子，这也不难理解。他们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会成为罪犯。小美被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吓得惊慌失措，仓皇逃离了教室。而疯狂的家长们像恶鬼一样穷追不舍，她躲在角落里无助的哭泣。一幕幕不堪的画面再次涌上心头。这件事后，她之前不堪的事情再一次遭到曝光。校长说学校是神圣的殿堂，不能被他这种人玷污。为了学校的声誉，选择将他赶出学校。甚至还有人劝他接受那四十三名禽兽的道歉，签下。 下和解书，这样一切就都过去了，否则就会被告栽赃陷害。好一个接受道歉，好一个一切就都过去了。对禽兽们来说，这是何等的轻松。可对于受害者的他来说，怎能接受这样无耻的妥协？他始终想不通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自己明明是受害者，却在不断遭受着二次伤害。 他打电话给父亲，多渴望父亲能拉他一把。然而，父亲早已收了禽兽们家长的钱，帮他签下了四十三份和解书。此刻正在花天酒地，好不快活。无法想象一个父亲竟然拿着亲生女儿的苦痛挣钱，简直是禽兽都不如。心灰意冷的他，给自己最好的闺蜜打去电话。而此时的闺蜜在网上也看到了那些抹黑她的言论，闺蜜不知所措，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。在片刻犹豫之后，还是没有接电话。她彻底绝望了：被四十三个禽兽侵犯，被母亲抛弃，被父亲背叛，被闺蜜冷漠，被失败。 抱着家长和社会各界二次伤害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此刻的绝望。以上的种种将他一步步推向深渊，他的心就像掉进了冰河一般，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热忱，只剩下一具冰冷的躯壳。电影的最后，他将这具冰冷的躯壳也投进了冰河之中，他的生命也随着河面涟漪的渐渐消失而陨落，就像自己从未有来过这个世界一般。